无这个观念，咱这台火车要行，伊都无去坐着，所以我事先甲大家恭喜，因为过去班毕业，都会使参加咱台湾民政府对外活动。啊，大家要了解，服装就代表精神。啊，咱的服装啊，是现在我穿的安尼，但是爱搁一顶帽啊。啊，这帽啊，啊，咱办公厅遐有咧卖，啊，甲徽章。啊，秘书长早起啊，大家讲啊，因为国企班啊，结业了后，那咱台湾民政府有啥物活动，去国外，你会使来参加，拢有这个资格。那无经过国企班毕业的，歹势。袂使参加，啊！所以大家回去都要准备这个服装。啊，早起秘书长讲，伊稍啊穿较朴啦吼，咱去买就是正乌的啦，哦，这正乌的，规身拢正乌的。啊，歪鞋子啊，就是爱穿白歪鞋子。啊，领带啊，咱啊去日本啊。啊，中央啊，会送予大家领带。啊，这个领带啊，那我参加四年啊，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我都去日本四座啊，啊，就是咱主席都啊在日本啊。啊！伊拢送咱一条迄个银色嘅领带，哦啊！所以讲领带，你本身现在甲虾米色拢无要紧，啊！但是那是要去日本啊，就统一个领带安尼啦。哦啊！即个大家报告讲，服装大家先去穿啦。到尾大家要集合啊，要啊去啊活动嘅时啊。咱穿起来出去，拢是代表精神。好、哦，阿姐也甲大家报告哈、哦。啊，过来，咱即马啊，要感谢大家，因为有恁来参加，咱的成功拢直直接近。啊，头啊，甲你讲，大家拢有这福气，就是咱的。眼光拢是足正确的，吼、哦！啊，这应该大家话拢应该会得足清楚。啊，这回啊，特别现在大家拢分一张，这个咱结业式啊，的一个参考的资料啊，和大家了解一下，因为。咱初级班啊，读过啊；高级班啊，读过啊。咱即马要来问讲，啊，到底你了解偌济？好、哦，啊，这就是要予大家来家己，咱即马家己拢免去看啥物，家己咱这也未收啊。我们这个不收回来吼、哦，大家我免卖惊啦吼。哦啊，嘿，免啊，不会收回来。所以讲，你即马提到这，你叫啊安怎？你安尼甲写写嘞？啊，确定啊，咱才甲迄个答案啊公布者，啊，我阁说明者嘞，啊，予大家足了解。啊，这乃是足重要的代志啦，因为咱来遮已经。初级班读过啊，高级班读过啊。初级班
就是要了解战争法。哦啊，战争法有两个特点，大家唔知知影无？啊，初级班的时啊，咱读战争法嘛。啊，战争法有两个，一个流亡政府袂使嘛。哦，啊，过来占领安怎？不能遗传子权啊，这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所以，咱才有可能啊，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关系法，你流亡政府，你就要出去。现在的现象拢是安尼啦，干那咱咧有诶讲死老百姓唔知啊尔啦，实际上因拢准备好啊。我啊会摕一挂 PowerPoint 互恁去深入，确实即个情况，吼、哦、啊，即互大家知啊。啊，咱即嘛无来先来做这个啊，这个，让恁家己安尼脑力震荡，来写这个十二条，吼、哦，咱来啊，好十分钟，拢未使讲话，啊，无要收，你亲自家己考看卖咧，啊，家己了后，咱再来分析，这个安怎？最重要的就是讲，因为美国要来甲咱讲，咱的人民啊，伊想要讲来甲咱调查，啊，调查以后，因内底才要去讨论到底台湾要安怎处理。所以有重要无重要，是啊，最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爱用心。人呐，你若去接受了调查的事啊，你就爱安怎甲讲哦详细。安尼，因为美国政府咧做代志啊，唔是清清菜菜咧，伊拢是经过啊调查过，吼、哦，那个讲民意调查啦，吼、哦，类似安尼，也是一个吼。哦咱的情形啊，所以讲，这一定爱予大家了解。啊，咱即马开始啊，十分钟加一点五十，咱才来分析，哦，才来分析，哦，咱是要安怎予大家更加清楚。咱这个闭幕式啊，足重要的一个啊问题啦。啊，家己看，家己写，吼、哦，啊，卖甲别人参详吼，啊，当然事情啊，家己写，家己看，啊，这无要予大家写名的嘛，啊，无要收回来，吼、哦，啊，大家即马开始思考。这个，咱拜托啊，咱迄个看这个 PowerPoint 吼，写较大出来，咱的这个测验的 PowerPoint， 和大家有诶咧看
网络的人我知影这里，吼，互因我了解这里。那做好啊吼，家己搁看一遍，吼、我看，我落去看者，大家应该拢写好啊，大家啊祝啊智慧我祝好咧，啊我祝惯咧，大家拢真清楚，拢写好啊。好，咱即马来一条一条来稍啊说明一下，后来大家来看啊 PowerPoint。
啊，看 PowerPoint， 好、哦，第一条是要来确认你是本土台湾人，还是不是本土台湾人？大家讲，拢是本土台湾人。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啊，就是以前啊，在1945年9月7日以前来的，迄个时阵是日本政府咧管理台湾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啊，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啊，美国啊麦克阿帅下第一道命令，蒋介石代表联军来这个时阵进来啊，这个时间点啊，就是定在当时这个时间，是不是你的祖先啊还在台湾？如果你是那个以后来的，这个时间点以后来的，那你可以是台湾的居民，并不是台湾公民。哦，台湾公民要做台湾公民，依照我们的台湾啊公民权利法案的规定，就是这样定下来的。所以这个自己要先搞清楚，你是不是本土台湾人，或是你是啊蒋介石那个时段来的，这个啊症结点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如果你啊不是的话啦，就是什么不是，是什么本土台湾人。像我来讲，我出生的时候，我叫我的父亲叫欧多山，叫我母亲叫卡江啊，我母亲叫我说呼米哦呼米哦啊，我是弓长张，文章的文，燕就是日本话叫做 Fumihiko， Fumihiko， 所以我是什么人？当时就是啊，日本台湾人，哦，就是日本人，因为就是也一般现在所说的。真正的本土台湾人就是日本台湾人，哦，这个要先给大家啊知道。那好了，顺便呐、啊、介绍我自己了，因为我介绍我了，那个啊没有听过我上课的有没有？请举手一下好了，我还这么多，好，我补充一下哈。那个你写张文燕 Google 雅虎加两个字张文燕教授就可以找到我，我的资料都在里面，因为张文燕也蔡其安名很多啦啊，你加两个字就好了，我们的课表里面有我的张文燕嘛啊，你现在上网就去找抓我的资料就可以找得到，加两个字好啊，这样就蛮清楚的啊。我都不，因为我在带研究生的时候啦，我都希望他们带笔电来上课，
我带笔电有一个好处，我上课讲到哪里，你上课去查，不会说教授乱讲，讲到嘴乱传播，都无影无一只，你去查嘛吼，资料都有，你们去查，哦，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要认识我的，如果还要更认识我的话啦。一人力银行去找一人力银行世界华人名人小传张文彦就可以找到我。我从出生一直写到我在一所大学的阶段，但是我一所大学结束以后，我还再到一个大学，他邀请我去当董事，还有兼讲座教授，所以就是等于讲座教授也可以兼董事了，哦，是这样，后来去做接了院长，当然我在一手是当系所主管。这个就是给大家大致了解一下。好了，我们再来看第二题。第一题大家清楚了吗？哦，再来。哦，您知道你的中华民国的国籍如何取得？一个人。你要取得一个国籍，如果你去移民到一个国家里面去，一定是怎么样？先拿什么？居留权嘛，哦，拿居留权以后，经过相当时间没有犯罪，再来办，先是效忠国家，同意改变你的国籍。所以必须要本身的意愿要来改变嘛。当然这个大家可能也都不清楚了。大家说，哎，大家来接收以后啦，我们发的那个身份证就写什么？就是每一个都发一张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们。当时初中，然后是小学，告诉我们说，20岁以后就可以是什么公民，对不对？我现在70几岁了，怎么还是国民？因为他没有我的同意，他就跟我改了嘛，他不敢做了。讲一个不好听的，为什么？大家身份证拿出来看看，都是国民嘛，因为他是不用合法的手段要求我自己来认定要不要，他没有他。底下，这个是什么？1946年1月12号，强迫一道公文。上课有没有看到那一张公文？有嘛吼？大家知道吗？就是一套公文告诉我们就改为中华民国的国籍。为什么？英国、美国3次抗议，加拿大还提出来质疑。他重点说。比较我们好管呐、要骗骗我们，他未来要来管理比较好管，所以创造一些光复节啦。现在有没有光复节？他骗人的嘛，他所以拍写啦，卖个骗落去啊，所以光复节没有了，这个都是骗的啦。他比较好管，你们都是
回归祖国，你们都是战胜国的人民啊。事实上我们是战败国的人民呢。中华民国来，他是打败仗的，打败战，跟日本打仗，一直跑到四川里面去躲，打败仗的战胜国啊，所以叫他来接啊，他说比较好管啊，你们都是回归祖国了啊，你们都乖乖听话了啊，你们也是战胜国的人民了啊。228事件，回归祖国，大家有人要去跟祖国抗议啊，要去游行啊。他那个时候不是把我们本土台湾人不看为是他的国民了啦，你是战败国，他没有这样喊啦。事实上世界每个国家，世界各国哪会无出来发声？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哦。如果我们像法轮功在中国一样，他抓去火灾器官，世界有没有出来抗议？世界有抗议哦。他们是他们的国家的人民啊，他说违背人权啊，世界就会抗议。去想一想，228事件，机关枪架出来，来游行的在那边就开打了，每一个人来请愿的进来就不换回去了，一个一个手穿的，一个手穿，那么呢？爸爸长安规官团官爱好的落去，这大家唔知知无？事实上，世界话拢知影呢。世界讲，你们自己说你们是回归祖国，你们是也是战胜国的人民，他自己要怎么处理？法轮功的方式来处理你们。就是这样，他把我们改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事实上他们的心态，你们是战败国，你一定要接受命令，不听抓去枪毙，就是这样啊。世界各国要来抗议的话，就是战败国啊的人民啊。的确那个时段的确我们是战败国啊，因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战输了，投降了，天皇投降了，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自己头脑里面要搞清楚，所以要了解我们第二项这一项，这样清楚了没有？所以说他是强迫的要我们拿他的身份证，他们只要跟美国跟英国讲说我比较好管了，再来第三，你或你的父子辈的父辈这些是不是自愿成为中华民国？这个一定是不是嘛？我们没有给我们，怎么样同意啊？我们的意愿啊，有没有叫我们去宣誓？也没有啊。事实上，你要改变一个国籍，都要效忠啊。这个所以说他不是，再来你的父辈或是祖辈当年有没有更改日本姓氏？这个是有的，
那个时候有的有，有的没有，好像对对，因为当时候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主席他姓曾啊，曾宪照，他改到日本去啊，他就是曾根宪照，就是他是这样变成日本的名字都是四个字的嘛，哦哦、大字啦、哦、都四个字的，所以有的都会又会改、哦、类似这样的、哦、不一定全部都改了，那个时候是准你改、哦哎、这个是有的、哦、普遍啊，这个是普遍有的啊。第五个，你赞成使用国际法和战争法处理二战后的台湾国际地位吗？那当然这个是赞成啊、哦、这个应当大家都会嘛、哦啊、再来啊，你是否啊认为应让本土台湾人参与公开自由投票啊，以公民表决表达台湾人对于台湾及台湾人民主权有自治权啊？那当然我们是，这一点呢、啊、我也要说明，等一下我们有一个 PowerPoint、哦、那个美国一直要浑水摸鱼，他不希望啊真相、哦、就 露出来，他只要怎么样以美国利益嘛啊，美国啊你来跟我买武器啊就好了啊，你们自己来保卫自己啊，那么就是他的利益，美国的利益。那美国的利益里面啊，他在这个地方啊，4月3号今年的4月30号是什么事情大事大家知道吗？太阳花事件，50万人怎么样走出来，世界各地的人也都响应走出来，美国紧张一下以后，如果太阳花的这些的运动一直下来，那以后美国就很难去掌控了。4月3号，美国国务院啊，助理国务卿罗氏，就是管理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氏，他发表了要那个报章啊，说罕见的要给台湾自治啊，这个自治啊就是啊 autonomy， 就是要给我们自治，这个自治是缅甸有人的，就是要等于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回到天王有台湾所有权，他这个自治也就是等于要我们上面有人的自治，不是独立哦，不是独立哦，我们绝对不可以说独立，如果独立的话就跟美国战争了，我们独立起来美国不管了，他打战战胜、欸、等于战略那等于战利品、啊、等于战胜的地方台湾是他管辖的、啊、所以这个所有权是日本天皇的，我们上课都知道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 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用、啊、这些自由、啊、投票来表决了，是可以，这个是自治哦，不能说啊、来决定我们这个、啊、
主权的问题，可以给你自治，但是我们等于是啊，日本联邦，等于跟那个有人问我了，我说我们跟加拿大一样，跟啊纽西兰一样，它是英国啊邦联。哦，那加拿大说他是啊尊重女皇，但是他们国家也是自己啊国家在处理啊，但是还是尊重女王啊。我们以后也要尊重天皇，要不然我们每年都到天皇那边去祝寿要做什么啊？这个是这个情况，大家就会很清楚。哦，这一点大家也要注意哦。可以，但是不是独立哦。如果这个题目啊，如果改为啊，有台湾人啊，啊，这个主权啊，那个啊来独立，那是不可以的啊。这个自治，因为美国都已经同意给我们自治，但是我们上面有人，就是日本天皇。我过来啊，你认啊，你自认为你是啊日本台湾人、中国人啊，日本人或其他人，如果其他的选项是什么啊？日本台湾人啊，因为那时候都是日本台湾人嘛，哦，我们是选日本台湾人，哦，来看一下啊，第八个，你是否认为台湾应寻求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刚才讲过了，美国很忌讳。为什么？他如果给你台湾成立一个国家，他就违背了啊国际化、战争化。为什么美国总统啊国务卿一直强调要解决台湾问题是依照国际化解决争端？啊，为什么是这样？那因为台湾土地不是自己的，所以大家回想一下，李登辉总统当过13年，他要把它会审，有没有变成一个台湾不是省？他只要形成什么？等于要他来了以后要就地合法嘛？哦，所以不可能。哎，阿扁当又8年，他要申请加入联合国，他要来公投主权，啊，这个怎么讲？那个美国说你是麻烦制造者，有没有？美国说阿扁是麻烦制造者，为什么加起来一个8年，一个13年，一共21年？因为他们都不清楚，搞不清楚。阿扁又这样讲，我不可能，什么人也不可能，因为你在中华民国体制下所产生的人，绝对没有办法推翻中华民国。那柯P很好，很不错，但是他的底线是什么？他说他是选的是中华民国的台北市的市长啊，这个大家就很清楚了。这个就是说啊，我们因为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啊，所以啊他们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嘛，所以我们为什么出去拿的旗帜都写什么说中华台北，有没有？为什么要写台湾就好了，为什么要写中华台北？你是流亡政府在台北嘛，哦啊，这个所以说我们不可以成立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可以自治啊。我们跟日本天皇就是大日本的台湾啊，我们可以是一个大日本的台湾，
跟就是我们是一个等于是一个联盟啊，啊，这个是这样哈。来看第九题，根据你对前次的背景认知，你认为台湾是否应寻求成为日本的一部分？当然是，它是一个邦联嘛，啊，大日本的一个邦联。来，你对这个背景啊，你认为台湾是否寻求成为中国跟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个一定不是嘛，连跟中国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个习近平还没有当总书记的时候啦，去美国回来就要去找天皇，说他要来买台湾跟澎湖啊。天皇说我们祖先到现在没有在卖东西的，所以不可能，你用战争也不可能拿去啊澎湖台湾这个，所以这个都很清楚啊，都很清楚哦，这个是不是的哦。你最喜欢成为以下的哪一个公民？当然我们是台湾跟日本啊邦联啊。哦，啊，再来，你最喜欢台湾成为哪一个状况？那日本的邦联国？这样，这个就是说，我们重点来读啊，国际法、战争法跟旧金山和平条约跟台湾关系法。就是都包含在里面啊。这样如果美国来做问卷调查的时候，你会不会回复啊？你不仅你现在会啊，你要告诉你的亲戚朋友，回去以后拿这一张纸再给他看看，看他怎么去回答啊。如果他们回答错误，你要跟他们说明这些啊前因后果的关系。那这样有没有问题啊？感谢大家，大家为台湾做一份功德，我们永久都不可能跟中国有关系的，哦，这个是 永久都不会跟他有什么瓜葛，因为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台湾还是日本管辖，所以因为这个大家应当老一辈子都很清楚嘛，哈。好了，那现在我们就要给大家看看啊，我准备的一些啊PowerPoint 啊，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当然前面讲过的，我们就带过去啊。第一个就是感谢大家来，我们的成功还更有希望，哦。啊，这个是我们啊，当时候啊报告的新闻。那个我们1月1号。那个研游会有没有要来参加？有，来看看，给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为什么这么讲？那个时段啊，都会有发表一些啊比较美国方面要来告诉我们的信息。那个当时蔡英文要选总统的时候，他到美国去，是不是也送一面国旗？大家知道吗？对呀，啊，你们有没有拿到国旗？啊，你们也拿一面国旗啊。再来，蔡英文去了以后，跟他面谈的人叫他回来，要跟民政府联系。他不愿意啊，
原来讲好的哦，他们那边要派六个人来哦，啊，我们这边也六个人要去面谈哦，啊，请他来这边，我们还请他吃中饭，都讲好了。后来说不愿意，理由是什么？他说台独大佬反对了，他不敢来了，好，不来算了。到去三明公园，去高雄，蔡英文讲什么？中华啊，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啊，就是啊，台湾啊，这个啊，不是外来啊政府了，所以美国很生气。告诉秘书长说，蔡英文可以啊八十万票输马英九八十万票，当时我就讲了，那个就是，当然这个是另外那个阶段，啊秘书长就宣布了，啊的确开票出来是。秘书长还问我呢，问我说看我的想法怎么样，他为什么很奇怪美国会这么准啊？蔡英文会输八十万票啊？我也反问秘书长说，秘书长您告诉我，阿扁在选的时候 美国告诉你说阿扁可以赢三万多票啊，因为上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阿扁也赢啊，也就是赢那这么多票，2000个 CIA 的调查人员都在台湾，以前做的调查就很精准啊，啊现在在做调查那当然也是很清楚嘛，啊，这个因为我跟秘书长的对话，这个也要给你们知道一下，啊，这个就是这样嘛。美国做什么事情都有安排的啦，不会，所以为什么会要来做问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未来要做？做文件，他想说台湾的人民到底知道了多少啊？因为多是流亡政府的教义啊，流亡政府的思想，报纸电视啊传播都是他们的，那怎么办啊？就是要靠大家了，靠大家，因为就是要这个要告诉人民，所以现在我们在登广告，我们还会再登一次《联合报》啊，《中国时报》，再来啊，《联合晚报》，我们会登。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因为美国 做事、啊、都是有计划的，他告诉我们这样啊，我们跟着做，那就100%没有问题，我们不会说不接受美国的建议，虽然我们官司打赢他不做不行，但是他们的国内他们也是利益为先啊，有没有什么利益？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会给他什么利益？大家去思考，不可能嘛，大家来上课就要交钱了、哦、因为我自己 去上李登辉国事班的上课的时候、啊、国事班上课中午便当也是他们请客啊，哎，我去参加革命实践研究院国民党的授训，差不多将近一个礼拜，
吃住都是他们招待啊，为什么我们要自己付钱来？我们真的没有钱来，大家都是同心互相捐助啊，来做义工啊，有的有什么自己来帮忙什么。这个就是说我们的重点是要以后我们的台湾的祖孙能够过得更好，像柯比这种模式。柯比也应当不要出来选啊，他也应当过得很好啊，对不对？何必这么忙？大家看看他不是现在很忙吗？所以都是有一个理想，要使台湾的未来的子孙过得更好，这个就是在创造历史啊，这个是在创造历史，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创造历史哦。那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纸张也知道，我们只要纸张上课都开幕都练过了嘛，这个是我们的宗旨啦。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为百姓设想啦，这是我们的宗旨，我们一定是为百姓设想。如果不是为百姓设想，就是给国民党去管就好了，给民进党去做就好了。你看民进党选出来的议员多数还赢这么多啊，议员还会跑票啊。在台南市显示出来民进党就是给人家怀疑，真的给他执政以后，他们也是利益为先，我们是什么？类似像柯P一样，是为百姓设想，这个是我们的宗旨，希望大家记得一定是这样去做，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去执行、哦、这个原来他要李前总统，他要什么？他要会审。美国说不可以，变成什么？动审。当时他不清楚，现在很清楚了，出来讲话了啊，他说那个马英九啊，不仅主席啊，国民党的主席要辞掉之外，连总统一起辞了，要不然的话了，阻碍国家进步了。他怎么那么有胆量？他都跟日本天王见过了，报纸什么都不敢写而已啊。为什么九十二岁了跑去日本做什么？ 我们看看这些、哦、来去想、哦、就叫他辞职、哦啊、过来这个在哪里？中正大学，中正大学的时候啊，李总统怎么讲？跟年轻人讲呢，说要啊，台湾应彻底终结外来政权。真的他有这个胆量了，因为他见到日本天王了，所以回来以后，这个都是他回来的发表的意见哦，因为先回来发表意见，我一直把它整理出来。见了天王以后，
日本要派什么？派安倍晋三的经济教父、经济的老师来跟我们李总统谈什么？从日本的经验看台湾的未来。他去了，9月份去的，11月份，这个是11月份，日本的首相的老师，又是在主管经济的，指导经济的，来跟他谈。怕他这么老了，再跑一趟不好意思啊，他干脆他自己来了。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哦，大家去思考问这个问题啊。好、哦、啊，再来。哦，这个好了，这个扯到其他的了，啊，这个也是扯到其他的了。哦，我们再来看看，他去大阪的时候。9月21号到达大阪的时候，因为日本天皇在东京，第一个先到阪去。去大阪的时候，他说什么？日台命运共同体。什么叫做日台命运共同体？大家去想一想，是不是他很清楚了？以前会审就没有办法会掉嘛。啊，这个日本，这个是天王的土地啊！啊，你怎么去把它毁掉呢？变成台湾国啊？啊，不可能嘛！他清楚了，所以他说，命运啊，是在共同体。啊，到东京的时候。